商品，然后支持台湾国内旅游发展的举手。哦，这个好多人呢，好，送一下送一下。我们哈、哦、就是要努力出去玩，哦，让台湾的观光业哈、哦、持续运作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地方可以去，这样好不好？意大利，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台中国际旅展集结了176家业者展出，那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哦，出国受限制，所以旅游业者所推出的行程都是国内主题式的旅游行程。那唯一一个国外参展单位是桃太郎的故乡日本冈山，展位上有展出那个冈山县著名的人气景点和美食。那民众在现场填写问卷，还赠送小礼物。另外故宫博物院也是首次参展，那营造了一个故宫影音馆，民众可以去那边做有游戏的体验互动。那闯关通过还可以参加抽奖。另外宜兰县政府、苗栗县政府跟南投县政府都成立了主题馆，内容相当的丰富。旅展大家最喜欢的就最有人气的就是各种票券。那住宿券2.2折起，餐券4.4折起，还有饭店有推出这个年菜预购的优惠，民众可以就是说购买票券都有那个银行的履约保证，那现场并且有那个消保官的驻进，可以提供票券的咨询服务。春节跟寒假已经接近哈，民众可以建议民众可以趁此机会啊规划这个假期的旅游行程。是首次来到台中旅展，那是以故宫数位馆的概念，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影音多媒体感受故宫文物之美。那今天呢，在现场有这个过三关可以抽奖的活动，也欢迎民众来踊跃来参加。跟大家介绍一下。